夏威夷老虎也少干了。上午上街，就是给人手里拿一块钱，我送给你。这事儿给毁了啊！等我已经吃完了。嗯，好。我马上再去办。没有。干得好，先把这事干。 你怎么着？怎么的？这还拿一个块钱还你便宜的，坐那等着交给我。没有，你去哪里？你不报。那没票，你我上去帮你找。你去哪里？你给我找去。妈，钱找到了。你找到了？你在哪找到的？就在前面的仓库里面。啥孩子？把我担心的？不是我钱。啊，肯定就是你的，在路边找到的。 后满山的，满山的什么？满山的找到了。哎，把里面的骨头去掉。 没想到今天还捞了个木龙，年纪大了丢在那是的。这不正常吗？没雕就好。就是，没雕就好，上下跑两圈，我家找到。不要讲你们年纪大了，就是我们班有时候也会有这种事故啊。我有时候妈要是底下朋友大意的时候。对。 你肉多了，你打不透了。这上面还不少肉嘞。嗯，你俩打不透。嗯，这骨头啃啃，它的肉香。这放到茄子堆关的烧烤就不好吃。它是清淡哈。看着挺清淡。嗯，不好吃。夏天最完美的搭配，小饼加清淡汤。就这样吃，最健康，又干又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